面对配合默契的老生柳木队，萧炎队遭遇失利，只能走回上级。失利后的萧炎连夜总结，重新安排团队战术，最终领导队伍轻松击败柳木队。为了能够更早地进入内院，并取得更多的火能，出现领导力的萧炎集结了所有新生，准备一场大反击。 先前那些风声是你萧炎故意放出来的，好手段！没想到还有这等魄力，能将所有新生召集起来，听从你的指挥。过奖了，麻烦把火晶卡交出来了。之前被你们抢走的火能，也该物归原主了。哎，今天怕是有一场苦战呢。 看来我们要联手了，修言。我早就想试试这届选拔赛前五名到底有多强。擒贼先擒王，新生虽多，可他们的实力却建立在那个叫萧炎的小子身上。打败他，必能瓦解新生队伍。哼，那便强对强，撕开他们的屏障。啊！这是一场硬仗，中间三个交给我们。薰儿。 你和胡佳一起去帮新生。哼，萧炎哥哥小心。哼，那个大个子力量不错，我来对付他。那个拿刀的，让我来。既然如此，那个白发学长，便让我来领教吧。哼，没想到竟然被学弟们排号挑选。速战速决，他们很强，绝不能轻视。来。 力量很强吧？果然速度和力量都不弱，内院不愧是迦南学院的核心所在，真是越来越让我好奇了。 薛儿学姐，啊，小心！你们两跟我一起去支援其他人。嗯。小子，有两下子。 得罪了，学长，你们队长已经落败。
还想继续吗？队长坏了，怎么可能？输给一个新生，这新生强到这地步了。队长，混蛋，竟然下手如此狠辣！哼，兄弟们，和他拼了！来得正好！我输了。大家干得漂亮，多亏了夏言学长，不然刚才输定了。夏言学长刚刚那招声波斗技好厉害呀。功劳都是你萧炎的。他已认输了，又何必出手伤人？打伤毫无防御之力的人很容易吗？放手。抱歉了学长，这里的药丸能助你疗伤。告诉你的同伴，今天这一枪我会还回去的。萧炎，你们先生赢了，可你们也别高兴得太早，还有更强的老生队伍在等着你们。我知道，还有一支黑煞队和白煞队。我，看来你知道的还不少啊。愿赌服输，火金卡给你。果然有些本事，还真的将这两支老生队伍吃下来了。萧炎这小家伙实力确实不错，能快速击败苏啸，虽说借助了声波斗技的奇效，可就他那干净利落的攻击以及毒辣的眼力，即使是内院的一些老生也未曾具备啊。回头让虎谦把萧炎的资料送过来，我看以他的潜力，经过内院修炼后有可能挤进强榜前十。君儿，把疗伤药给大家分了吧。这丹药能让你们尽快恢复斗气。味道还需要改进改进。谢了。多谢你们的火能。好吧，谁叫我们技不如人。今年的新生质量不错，还能打败这只老生队。这样也好，你们到手的火能交给我们吧。沙铁，你们竟然也跟过来了。你们可以滚了，这帮新生交给我们解决。哼，不过你们被抢走的火能我可不会归还，谁叫你们没本事保住。沙铁，你什么意思？希望你们黑煞队最后别被打脸，毕竟这届新生不比从前。你们便是所谓的黑煞队？你猜对了，我们便是黑煞队。这几天新生抢老生的事情传遍了整个内院，现在你萧炎在内院可是名声不小啊。不过哎，可惜啊，可惜在这火能猎捕赛中
我们的任务便是将你们这些刺儿头新生通通打倒。不过只要你乖乖交出火晶卡，我沙铁保证不动粗，怎么样？没有其他的选择吗？哼，这是唯一的选择。苏啸他们还算有点贡献，消耗了你们这帮新生的战斗力，不然光凭我们这支黑煞队倒还吃不下。看来是没得谈了。怎么，是之前的胜利让你们对自己的实力有了误解吗？也好，这两天没动手，骨头都痒了。沙铁大哥，不知您还记得我吗？上次您与我堂哥回外院时，我们还见过。嗯，白城，你是白山？正是。你也是这季的新生？嗯，是的，沙铁大哥，不知能否看在我堂哥的面上。看在白城的面上，我也不好对你动手，你自然可以离开。不知沙铁大哥。白山，凡事顾好自己就好，赶紧离开这里吧，不要多管闲事。沙铁大哥说的是。白山，你要临阵脱逃吗？笑话，我不与你们共同抗敌便是临阵脱逃吗？你还真当我们是一个团队吗？不过就是一场各取所需的交易罢了，而且这场交易最大的赢家只有萧炎，我们为他拼死拼活，可好东西都让他占了。叛徒，没有萧炎指挥，我们能走到现在吗？随便遇到一支老生队伍就能打败你。不用说了，他既然想走，那便走吧。没有他，我们也不见得会落败。哼，一群蠢货，你们就跟着他吧，小爷不奉陪了。哼，我先前说过，你那个同伴不太行。哎。只能祝你们好运了，沙铁这支队伍可不是我们可比的，而且现在你的同伴也离开了，你们本不高的胜算更是打了个折扣。哎，我们走。我既然聚集了大家，自然要带着大家一起闯出去。不管对手有多强，我萧炎绝不会有半点退缩。我也不以大欺小，就给你们时间好好安排，看你们能玩出什么花样。黑煞队最大的威胁便是他们的队长沙铁，他就交给我来对付。薰儿、吴昊、胡佳，你们分别挡住其他三人，其余新生围攻剩下的一人，分散他们的实力。我们会尽快打败对方，腾出手来协助你们。大家刚刚战斗完，斗气虽然还未完全恢复，但是我们新生只要团结一致，谁胜谁负还不一定。是，错，怎么拼了？就是，拼了，站吧。那个萧炎交给我，其余的你们看着办吧。嗯。战斗开始了，小子。很好，感知力很强。可惜，今天你遇到了我。气斗气，这种斗气虽然敏捷力不够，可攻击力和防御力极为强横，看来是个近身肉搏的强者。
萧炎，拿出你的真本事来。哼，这可是你说的。你是炼药师？强横的攻击力和防御力对应的却是敏捷度的缺失，而这便是我的弱点。那又如何？在绝对的力量和防御面前，不是我的对手。也不过如此。